你以为胆子就是胆子？25000大洋，人家要请的是耿家在胆子上的精气神儿。明凤知道了。气儿散了，神乱了，怎么砸胆子？随便拿一把，随便砸一把。你以为随便一把胆子就能卖到25000大洋？卖了50000大洋，就能卖了20万两白银？明凤知道错了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老爷的事就是明凤的事。郭洪孝请的这把胆子，是近5年来耿家头一笔真正有进项的买卖。可我手不行啊，真不行，我自己知道。吃东西了。哎，这镇上也没啥吃的。大哥，据说这烧鸡还行。哎，来吃吃。来来来，一起吃。我就不在这儿吃了，到外面随便吃点。胡子哥说了，不能有半点疏漏。难为你了。哎，这话见外了。在队伍上那回，要不是您，我早让炮弹给炸飞了。来，大哥。外面有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也没有，谁能料到把您抢出来，您又回来了。哎，客官，您出去啊？嗯。哎，伙计，给下碗面条。哎，好嘞。为什么要叫明凤啊？因为一家人就应该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爸，元良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爸，大哥说今晚就送我回省城了。我知道的，到了学校元良会给家里写信的。我会给家里写信的，爸，你别担心我。你也不用担心家里。爸，您真要娶明凤吗？在池塘说过了。哥，婚宴你赶不上了，由我替爸张罗呢。吃饱了，头一回来吧，小心脚下。哎，这耿家到底有多大呀？习惯了就不大。这是你住的院子，有事叫丫鬟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这走的时候您可得叫上我，这东家还等着我交账呢。放心吧。去哪儿啊？是这样，大少爷叫明凤小姐去三房用饭。
我吃完了。坐。哦，我刚在小院吃过了。以后你到这儿用饭。坐下吧，再吃点。好，我想带明凤到镇上去一趟。什么事？下月十五是您跟明凤的好日子，明天是谷雨赈灾，我想到明凤到镇上量些新衣服，家里的衣服她穿着都不合适，顺便再帮我办点事儿，行吗？爸，只要她自己愿意就行。能帮大少爷做点事儿，明凤心里当然愿意。那明天辰时您过湘西，我让华子到七里铺接您。是。还有，以后别管我叫大少爷，叫汉良就行。这家还没回来呀、汉良留话说是带他过湘西办点事，明天一早就回来。那你真的不回省城学堂了？想好了？您这个样子我怎么走？哎，没事儿，伤好了之后啊，最多拄个拐嘛，照样打理生意，让七喜啊跪前跪后多勤快点就行了。您的腿是袁良伤的，我再扔下您和他一起走。哎，说归说，气归气，袁良也不是故意的，已经都伤了还能怎么着？不要因为腿的事儿让你再为难了。你要真喜欢袁良啊，你就和他去。我料定了，这袁良啊还在耿家大院，就没离开香木镇。今晚袁良怎么？汉良说道。那你呢？我哪儿也不去，在家。二叔。哎，大少爷。是，把七喜叫醒。是，大少爷。哥，袁良，送我带这么多人干嘛？
你要是被白富贵的人抓走了，就哪儿也别想去了。那带这么多人也没用啊，咱们还真跟镇衙明刀明枪的干啊。大柱，哎，八个人带短枪，利索点。好，都带短枪。今儿起来了，起来！哎，呦，走！哎，你没睡呀、啊？吓我一跳！睡不着啊！哎呀，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快点！哎，哥，哥，哥，要不然你别送我了。到七里铺，我不进镇子，在船上等三福就是。啊，大少爷啊，七喜怎么还没来？哎，您身子没缓过来，还吃着药呢。没事，走吧。您怎么起来了？送你到七里铺去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反正也睡不着，走吧。大少爷，来了来了。七喜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柱，给老爷备点轿子。七喜，走。哎。记得到省城给家寄信。妈不在，您自己多注意身子。嗯，衣服带够了吗？过了谷雨就立夏，夏天穿的、用的，到省城再买。买吧，钱不够从省城的票号提，家里会定期给你汇去。我走了，上船吧。爸，很晚了，你回吧。送完云良不回家了，差不多天就亮，正好办事儿。在镇上办什么事儿？回家还没来得及跟您说，现在说。白天蒋克如的人进了香木镇，从镇衙把他给救走了。幸好七喜看见他，又回了乌篷客栈，说是等明天的谷雨赈集。我估计和咱们家的慕容有关。林凤去干什么？明凤要想成为咱们家人，他就必须和蒋克如有个了断，实实在在为耿家做件事。怎么个实实在在法？蒋克如要明凤，明凤要您，您要胆子，我要明凤几根手指头。我办事你放心就是。明天天黑之前，明凤就会回到大院，莫龙也会回到咱们家胆房，郭洪孝的25,000大洋我也会带过湘西，在大院放一天，再送去镇衙，交到白富贵的手里，到时候咱们家一切从头来，慢慢的从长计议。我走了。
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想咱们家胆子吗？想咱们家胆子干嘛？咱俩是属于爸的，爸是属于耿家的，耿家是属于香木镇的，可香木镇又属于谁呀？谁呀？属于咱们家中堂上那块御赐金匾。你想的都是些什么呀？瞎想，别管我就是了。咱们家堂上那块匾是乾清太后赐的，现在都民国了。那你说那匾上都写了什么呀？你天天看还问我？月亮啊，每回我从山外回来，我都觉得咱们香木镇就像那匾上写的一样，何处惹尘埃。是，不管前清也好，民国也罢，咱们香木镇呢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有沾惹山外头的不干净。没沾上山外头的不干净？你不觉得？就因为鸡毛掸子是掸灰的，就把山外头那些不干净都掸没了？是。我不觉得山外头有什么不干净，再说了，民国有什么不好？那咱们香木镇有胆子也没什么不好啊。大少爷。嗯。三府怎么还没来啊？待会儿就来了，到看里去等吧。走。七小。哎，二少爷，你怎么和我哥过湘西啊？大少爷他叫我。哥，你有事瞒着我吗？月亮，三府可能是不想回省城了。那你一路上还跟我说他跟我一块走？走到船里说去。进去。不管他来不来，你都得走。今天晚上要是见不到三府，我绝不离开香木镇。绝不离开。我去郭记把他找来。小姐，月亮，在这儿待着别动。这都是十村八乡走水路赶古鱼藻集的。你别生我的气。不生气。也别怪我。
怪谁，我都不怪你。我把腿伤了，家里铺上得有人。嗯，你应该怪我才是。你先回省城，等我把腿好了，能下地了，我再来。我听你的。其实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你能来，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不急着回吧。不急。那就陪我多待会儿吧，说说话。我想多看看你。哦，你让汉良带的香水他给我了。哦，是吗？你知道我不用那东西的。我知道。那你还给我买？试着用用吧，香着呢。那我留着吧。大少爷，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你们家小姐出来，你再和她一起回铺子。大少爷，天都亮了，咱们还是先问正事吧。送元良就是正事，他平安走了，咱们再进镇子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过去看看。是。林凤小姐，林凤小姐，您快着点，老爷在前院等您半晌了。这么早，老爷等我？是啊。老爷，大少爷呢？昨晚送元良过湘西了。那我怎么去找大少爷？到了水码头，汉良自然有安排。哦。办完这件大事，更加就太平了。大事儿？汉良带你去见蒋可如，跟他要墨龙。用我去换墨龙吗？您不是答应我把我留下的吗？您在水码头当着所有人面说下月十五就……
见蒋克如。没有事先告诉你，怕你知道了不见也得见。现在告诉你是让你心里有个准备。汉良做事有汉良的方法，他有分寸。用你换墨龙，怕是也换不回来。那我去干什么？汉良可能是要掂一掂你在蒋克如心里的分量。这些天我对你太好了，好到你能问出这样的话来。淑贤怎么死的？为了胆子。那你觉得在耿家是淑贤的分量重还是你的分量重？别说你还不是耿家人，就是成了耿家人，耿家谁也不比胆子重要，明白了吗？汉良知道蒋克如在哪儿吗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他要杀他。不应该吗？顺便掂一掂蒋克如在你心里的分量。上轿去吧，办完事儿回来。下个月十五，耿家正正经经娶你过门。二柱，哎，大神，你们先去乌篷客栈，围好了别惊了人，把华子换回来见明凤。哎，好，快走。天亮了，你醒了，你该走了。我在省城等你，你要是走不了的话就等我回来好吗？我等你回来。小姐，哥，元良啊，到省城别闯祸，啊，记得常给家里写信。嗯，大柱他们呢？你别管了，走吧。哥，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。开船。
快！又打劫呀、啊？昨天刚劫过，等着大院了，做你的生意，别吱声。走，走。华子，大少爷让你去水码头接明凤。是，小心点。睡不好，就为了等那个婆婆妈妈的啊！那男人，你嘴放干净点。胡子，你当老大，弟兄们服气。姓蒋的由他去。我说过要走，你们走。老子就开五岭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哼，离香木镇这么近，挡挡挡，等他妈死你！下楼吧。好，到，你和季姐回吧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办点事儿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哎，小姐。啊，不用。你告诉郭掌柜，胆子的事儿，我和我爸说了。三天以后，华子他们来取胆银。啊，走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个。正好的风筝。停一下，明凤小姐，跟我走。毛巾，哎，人在上面。在二楼顶头的房间。耿大少爷，打搅了。哎，不打搅了。茶不错，赵老板在沏壶新的来。啊，您还喝茶？快去。少爷，我不是让你沏壶新的吗？这是刚沏的。下去吧。是。我每年要去此山外，来回两个月。今年立春，在关外。
碰上个皮货商人。关外下雪，我跟他喝了一宿的酒，他和我说了件事。你在听吗？你慢慢说，我听着呢。他是出关寻宝的，一件传家宝价值连城，带走宝物的人杀了他的全家，所以他得要回那件宝物，再把仇人杀了。听明白了吗？那皮货商一定很为难，不然不会跟你喝一宿的酒。是很为难。要想要回宝物，就得留着仇人的命。幸好仇人有样东西在他手里。什么东西？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想不到耿家还有你这样的人物。忘了告诉你，我叫耿汉良，耿元良是我弟弟，耿佩奇是我父亲。周淑贤是我母亲。你母亲我杀了。咱们接着说你皮货商吧。为什么不干脆说你自己呢？现在就把你杀了。当别人的事情说，心里好受些。刚才说到了皮货商的女人。对，是仇人的女人。